做乜闩到门嘅？上咗啲乜嘢啊？ShopShop VPN，冇咁易噶啦，因为我已经装咗ShopShop VPN。 镜头埋啲唔该，ShopShop VPN 系世界上发展最快 VPN 品牌之一，佢可以将各种嘅恶意软件同埋钓鱼网站拒于门外，同埋咧佢只需要一个账号就可以连接你所有嘅装备，再用埋网上面最顶级嘅加密技术嚟保护你嘅网上足迹，等你嘅数据更加安全、更加秘密，咁就唔使再惊啲黑客啦。依家输入呢个独有嘅 promo code， 即刻可以获得17折，即系83% off， 同埋可以免费享受3个月嘅额外折扣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家聪啊，今日继续我哋微辣智力大测试。唔知大家早排啦有冇上网睇过，即系好多啊 YouTube 啊唔同嘅 channel 啦都会有讲啊，就啦一条意粉啊系唔可以一俾分开成两份嘅。 Let's see what happens。 一条零食飞出嚟，咁可能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都唔出奇。咁呢个咧，有班人就做咗研究，就研究翻点解意粉系唔能够咁样俾你分成两份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利用呢一个原理啦。 嚟做一個智力大測試，但係咧，我覺得如果你就咁樣叫啲人過嚟玩啦，叫佢拍開條意粉，跟住話拍到兩條，我就俾錢你，拍完就輸錢咁，我覺得佢哋係唔會落答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有啲鋪排。咁我就決定啦，一間咧萬曬要叫分開兩條嘅時候啦，我就會隔離就話我會攞啲嘢嚟影響佢，要將佢個注意力轉移翻係唔喺意粉呢度。同埋我覺得咧，要令佢哋更加相信係可以嘅啦，我哋事前要俾佢試一次先。呢次要佢哋成功，咁等佢哋成功咗之後咧，咁佢哋覺得啊，我有信心就一定可以贏到錢。結果就去落去。 圈套咁点做咧？首先啦，我攞条意粉，然后攞把铰剪喺呢度做啲手脚。咁但系其实呢个咧，都的确系一个专注力嘅测试嚟嘅。因为咧，当我俾条意粉佢哋试嘅时候咧，佢够专注力嘅话咧，佢应该系可以拆嗰多条意粉上面系做手脚。咁如果拆过唔到咧，咁就唔好怪我啦，我都唔想噶。OK。咁正常嚟讲，因为我做咗手脚之后啦，应该就可以好简单咁样分开咗两条，然后佢哋就会。 家聪，呢个我唔check硬你，你收尾啦，我一定要赢到你钱。结果佢就跌入我嘅圈套入边，就系咁啦。嗱，其实咧，我就唔系想呃佢钱嘅。咁如果佢哋曾经上网睇过关于呢啲咁嘅片咧，其实佢应该知道意粉系正常嚟讲分唔到两条嘅，正常就唔会中计。咁如果佢哋唔知嘅话，啊，证明佢哋唔够多留意呢个世界。系啊，我呢个系出发点好嘅，希望大家留意下呢个世界，留意多少少。系啵？为帮呢个问答比赛，赚翻啲钱翻嚟，跟住再问答比赛，送翻钱出去，生生不息，完全不尽。 好，咁啊，二仔嗱，唔知有冇听过啦？曾经美国一个研究啊，即系人啦，对于一个动态嘅物件咧，个吸引力咧系会多过静止嘅物件。即系如果两件物件咧，一件系动态，一件系静态。咁动态嗰件比较能够吸引人嘅眼球。咁今日咧呢个测试咧就考验下你嘅专注力。咩间你要做嘢其实系好简单，你可唔可以帮我睇下呢个题目问题嘅建材先 ？OK， 冇问题啦。我想你咁样帮我捉住两边，捉住两边，系，然后我想你帮我排两边，然后将拍开咗两条，两份，系，系冇简单啊，好容易啊，系咪？冇关系，系嘛？OK， 咁如果同你讲，你今日你只需要能够将条意粉拍开咗两条，然后攞赢到100蚊，你觉得冇可能？系冇简单，系嘛？点解？正常一支竹仔二字弯啊嘛，但系其实唔关事嘅 ，OK。 个过程咧就唔会喺枕边俾你整断佢，好简单，我跳舞嚟分担你注意力。可能你会俾我舞蹈吸引住，咁从而你生命中时间嗰啲分唔到心去搣断条意粉，都有呢个可能性。你愿唔愿意参加呢个挑战？第一个成功咗系嘛？八分，有失败嘅话，冇乜嘢，但系冇名分唔失败。但系我话开始嘅时候咧，我会同时转呢个指尖陀螺，根据研究指出咧，正常呢个时候咧，佢会吸引到你嘅注意力。咁明你唔得闲去搣呢个意粉。 咁但睇下呢个可唔可以抗拒到要指尖陀螺同埋我一样，就呢两样令你忍开注意力。我一百蚊啊！哦，你可以抽得两次喎。我一集，我抽翻一次就够啦。哦，一次咁冇嘅，我一集一集俾你冇问题嘅。咁呢嘅时候咧，你要咁样搣啫。你试一次啊！我试一次得你，我俾100蚊我。等等，我赢咗100蚊，我就俾你。OK。喂喂喂，冇偷步，冇偷步噶。我未转呢个，我转呢个嘅时候开始。喂，咁你1秒钟停。 我唔明，我转咗，我唔停，转咗就开始，你3秒钟唔计呢度嘅，OK。哦，我准备，开始。Alex
electrodynamics, which describes 在断裂处的地方会将你手所施压的力就传到这个面的其他地方上，而造成其他地方跟着断裂。Bullshit. Like, subscribe.做咩啊？差少少咯。我成功咗啦，你就係咁容易贏噶啦。嚇！係啊。我冇記。我兩蚊錢。贏咗啦，2000俾你。我俾1000啊，你俾多張500。我影住㗎。嚇！仲係咁啊！依家我哋唔同咗啦。係啊。我翻埋啲同事過嚟。我唔使，我自己安排。完咗㗎啦。完咗啦。Thank you 你。嚇！我真係。有冇加料？假錢嚟噶嘛，係嘛？真錢嚟㗎，冇假錢㗎你。我想玩多次。唔可以，我諗叫你參加兩次，你唔參加。我想玩多次。Fuck！ 點解咁樣嘅？咩嚟㗎？啊！好，加布，系啦，你啊，我依家送你。唔系整蛊嚟。唔系，你试下，咁样。诶，系咪要加布名翻噶？哦，系，50蚊。加布嚟嘅时候，我叫佢，叫佢咩啦？准备，开始。哎呀，你见唔见？屌啊！你见唔见到？你分开咗三份啊？唔系啊，因为我但我明带佢个原理系，你系。嗰条先。慢都唔得噶，即系慢啱啱就得啦。点解啊？我中间我个教练界开咗少少咁帮你。啊，你咁卵 cheap 嘅。咁点解 Cafe 可以赢到500嘅？因为佢发现到你病咗。我都唔知佢点解赢到啊！我都吓亲啦。谂住试多个你都唔得，我就最惊噶啦。好出你啊！好卵 cheap 啊！佢浪费食物喺度。唔系晏啲 cheap 点会食饭 ？OK 啊，喂，几多煮哦？屌！我哋再请下一个受害者，喂，下一个参加者。我哋会帮护受秘密噶，因为我唔成功啊，所以我会令下面一个唔成功。我啱啱諗佢死啦！如果再一個唔得，我就再要轉 cam 啦咁樣。但好彩成功咗。OK， 好 ，Alison。轉咗。OK， 係 ，thank you。嗱，當我轉嘅時候就即係開始。一秒咩？你轉嘅時開始啊！唔緊要，嚟一次，唔緊要嘅。開始。你見唔見到 Alison？ 見唔見到有啲人跌咗落嚟個頭？哦，你係要兩邊先得。係啊，要兩條啊，唔多唔少。所以就可惜啊 ，Alison。咁嘅錢咧，我都真係準備好嘅。怕啦，多謝你。哇！你錢會俾人鬧㗎。會啊。其實佢咁慘添，你俾翻你啲錢。哇！你錢你會俾人鬧，我只能呃卡啲錢。多謝你參加，李生。我唔想公關災難，對唔住。你自己我送你，對唔住，呢年頭呃錢越嚟越難啦，又有包袱又剩。我跟住你，李生，又唔好咁容易信人啦，知唔知啊？OK， 蘇菲，啊，蘇菲好似唔係第一次啊，之前都上過嚟，係啊，哇，好似真係整蠱啲啊，整蠱咯，係啊，今次我終於係一個會喺你哋嘅一個活動嚟 ，OK， 到三張我就轉噶啦，你冇偷過啊，一二三，哎呀，你見唔見到啊？拍斷咗咯，但係你見唔見有幾多條啊？你拍咗，我兩條咯，誒，嗱，唔使驚，四條啊，我想講，可唔可以嚟多次啊？可以嚟多次 ，OK， 因為你咁啱有，仲有50蚊啊，好唔好啊？我試多次，係我再嚟一次，一次，揸住。你要望實你條耳瞓睇下嗰條，一二三，開始佢。兩條喎，500蚊，多謝曬。唔係，我可以試一次啊，試一次。點解？我想知點解可以。我想知點解。問題。咁容易噶啦，快啲多啲揾發放，我已經輸咗錢，我連名都輸埋。不過我以為我今次會做嗰啲好似上次嗰啲俾你整蠱嗰啲醜人啊，點知今次醜係你？我唔應該俾咗試多次。想再嚟多次啊？唔好啦，夠啦。哇！今次呢個 VPN 廣告幾多錢啊？我試多次。加油！我咁多謝你，蘇菲。多謝。下次有啲咁嘅活動。好啊 ，OK， 好，辛苦曬，唔係你辛苦啦，拜拜，我掉包熱粉佢，唔怕噶啦。
本身咧諗住揾多幾個就好賤啲嘅，但係結果今日估唔到係我人生拍片以嚟損失最慘重嘅一日。就算之前我問答比賽，佢哋都係贏到幾百蚊，我今次個損失都差唔多接近1000蚊。其實我係貪心，我唔應該想賺埋蘇菲嗰50蚊嘅，即係其實我好好地找錢俾佢咪好咯。即係我點解要貪心想贏多50蚊，俾佢試多次，結果一個人貪心唔緊要，但係最緊要有所準備。令我諗起早排俾人打劫嘅嗰個。你連打劫都冇誠意，咁細把戒刀。我就係唔夠誠意，我準備得唔夠充足，就落嚟呢個下場。吉聰，呢個我唔 check 啊你，你收皮啦，我一定要贏多啲錢。我唔知呢個系列要點樣拍落去，我而家所有系列都係蝕錢，問答比賽又蝕錢，呢個蝕錢，呢個唔係我嘅目的啊，都唔係我夢想，我夢想係呃錢。我唔知講咩好。再見啦。Like, subscribe, share, 多謝，拜拜。